我们这边就是华严，那就是会，我们就包含这部华严中，还有呢，最直接的就是跟华严经有很大的关系。好，所以呢，我们先把这部经的一个重要的法义核心观念，先跟各位同学哈介绍，让同学有一个基本初步的了解。之后呢，我们看看那个华严经文本身的时候，一定会有体会的，因为自然而然你会把这个观念跟这个子规连接起来。好，经文里面跟子规提到的，因为子规里面分十门圆融，讲这部经这部经的一个十门的圆融，从十个角度来讲，每一门又各分十门。好，就是会从各个方面，从时间、空间、因缘、因跟缘，好，还有呢法跟义，还有教，以及佛。我们这华严经里面主要的人物是以毗卢遮那佛，或者是叫卢舍那佛，是重要的一尊佛哈。另外还有菩萨，以普贤菩萨为重要的代表，普贤菩萨还有文殊菩萨哈。所以说，卢舍那佛、文殊跟普贤是在这部经里面很重要的三位佛菩萨。那当然到了入法界品是，它是一个很完整的一品呐、啊、哈。它主要人物是以这个善财童子为主，那也有里面也会带出卢舍那佛、普贤跟文殊菩萨，好都会有。所以入法界品这品也是很完整的一品，好，它有人物，还有正论分、序分，这些都很完整的一品。那我们的第五届都跟同学介绍过。再来，为什么我们会从子规呢？就像我刚刚说的，我们从子规里面先来体会这个圆融的一个定义，从法藏如何来说明这部经的一个圆融。那我们到了经典的时候，我们实际去读经典的时候，慢慢就可以搭配得上了。好，经文里面会带出这个圆融的这个观念在这边。好，我们上个礼拜呢是先讲华严经子规，因为会用这一本是因为它不长，然后它又很清楚，分成十门，好，每一门又分十个，相比跟法藏其他的著作相稍微对照起来哈，其他的讲得更详细，会分析得更细，但是这部经它就一个掌握一个核心要，就是它类似一个你把掌握一个这个，你整串就可以都可以了解，好，是了解到这部经的一个。好，那我们上个礼拜已经讲跟同学介绍的说经处是第一门。好，我们大概再快速的来再看一下说经处。第一门就是有分十个哦，十个处所哦，十个就是要讲阎浮提。还有呢，这部经是骗百亿的，百亿说的是阎浮提，说的是七处八会嘛，哈。那周百亿就是骗这个娑婆世界的这个处所，骗百亿的这个，等于说法界娑婆世界百界的这个处所，好。那以阎浮提为主，那骗载百亿。还有呢，近十方也是骗十方，还有呢，骗城道，每一个围城哈，经文就说每一个围城都在开展这个法哦，那也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所知道的除了这个经文，佛、菩萨，还有祖师、圣者，都是我们可以去学习的一个典范对象。可是呢，还有的更有维系的地方是这部经说不尽，无法全部呈现出来，就是每一个围城，佛的每一个
每一个的毛孔，还有放光，都在呈现这个法的一个殊胜，以及这个法的微妙的地方。好，那它这个片程到，我们会觉得说，哪有一个围城，一个细的围城，这些都可以那个，就是告诉我们，就是说，每一个法都可以让我们去入这个菩提道，都可以引导我们去完成这个佛道。每一个维系的法，乃至于我们在吃饭、打坐、走路的时候，我们用什么心在吃饭？我们是用什么样子的念头在过我们的日常的生活？这个是在讲说，它是很微妙、微妙到这么细的地方，每一个细的，甚至于我们看到一片落叶、一片叶子、一朵花，它都在呈现一个法的一个微妙的地方。我最近看到一个书签上面啊，是说罗西方有一个哲学家，西方有一位哲学家，他就说语言他说语言是我们结集出来的，让我们了解。我们透过语言文字，让我们了解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语言文字，它已经定案了，它就是这样子，就在这边，不会增加，不会减少，就是固定这样子。可是他说，当你看到森林中的叶子的时候，每一片叶子它都有它不同的姿态，每片叶子都呈现出它的一个生命的一个过程，都可以看得出来，可以去体会出那片叶子它所要展现出来给我们的，它的一个从生住意念的一个过程，我们从一片叶子去欣赏它，它的叶脉、它的纹路、它的颜色、它的厚薄，这些都呈现出它所呈现出不同的样态，就是相。我们后面会提到，后面我们的那个经文里面，或者是在这个祖师著作里面，就会相，那个相是无尽的相，但它背后呈现出来的理，都是我们个人去体会，我们个人可以去对它做解释，你可以对它做说明。每一个人看到一朵花，看到一片叶子，你会有不同的感受，或者是吃一口饭，看到一件事情，每一个人对于这个事情。这个事项上会对他做不同的解释跟说明，一定会不一样的。那文字呈现出来也只是一个媒介，那让我们去做更多的一个在法义上的去深思。透过我们了解这一部经，以及这个祖师们提醒我们、启发我们如何透过一事一物，那再跟这个。华严这种圆融的义理去做一个连结，不会是一个割断的，不会是一个单一的，彼此都是互为因缘关系，都是互为。当我们说一的时候，它背后其实是包含了很多无量的这样子的因缘脉络，都是包含在里面，只在于说。我们会受限于我们的知见、我们的智慧，那我们去体会出它就有深浅不同。那同样，这个都是我可能体会到10分，他体会到3分，那这个都是法界，这个都是没有好坏对错，这个整个是整体的。这个是我们要看这部经的时候，先建立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就好像。我之前有给同学看这个，就是说这个就是这个蛮好让我们去了解虽然说我们不是分华严经有分10门圆融吗？每一门都各分10门，那很符合这个。华严经指归讲一门圆融里面又各有10门，那只讲到第一个层次，可是呢？每一门里面又各具有它的无量的因缘，只在于说，因为我们是处于这种凡夫位的众生，
好，我们的智慧还没有办法直接穿透进去。好，在这么多层的这个一层一层、层层无尽、重重无尽这样子，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直接穿透过去，我们的智慧啊这些都会受到一些限制。可是它就是一直就是这样子存在的。好，一法，我只要说上一法的话，其实跟一切法都是不离开的。那我跟一门圆融，其他的都不离开。一个事情，一个事项的呈现出来，背后有无尽的理法在那一边。好，我们只是举这个，我们只是方便说它是一。好，那有一切，一切也就是说它是无量无边的。我们用方便用一切来表示。好，这个是用一跟一切，或者是一跟多，我们用方便用这两个字，好，来描述这样子的这样子的这种境界吧。也许会认为说这个是佛的境界，但是如果对是佛开悟者、觉悟者的这样子的境界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啊，那这是十字佛，我还没有达到，我没有办法。但是不是的，它其实是落到我们的生活周遭里面，都可以去体会出来，都可以去把它认识出来。好，透过我们的体会，或者是透过你的文字音声，可以去对它做很多的解释。好，这个是当我们在讲这种圆融跟无碍的时候，这个就蛮好的一个，让我们有借着这个图像作为一个方便，让我们去理解。好，那再来，我们就直接来看哦。这个是说经处哈，片成道一一微尘都是在呈现出，告诉我们这个法片一切处，还有呢通义界。好，不管是我们众生界啦、六道啦、十方法界啦、动物界、植物界，这些都无不是在显现这样子。好，只是在于是说他们用他，我们现在是因为是人类，我们透过音声来了解，那我们透过眼睛去看，还用鼻子去体会。那其他世界的动物、植物啦，其他星球啊，他们用什么方式来理解这样的法？自然有他们的因缘，有他们的法门去去入这个法。我觉得要我们用一个比较不是很封闭的状态，是一个很开放的这样子的一个观念来看这个片一切，那没有障碍的这样子的这个法义，我们会觉得很开阔的，对吧？这样子的这样子因缘，还有一切的这样子的无量无尽的关系，是你会觉得很开阔，不会局限在某一个的，好，某一个因素。好，还有呢，再来是该别尘，好，就是指每一界、每一个虚空、每一个法界、每一个的他们各有他们的一个呈现这个法的面向。比如说我们是人类，好，动物界、植物界，它也有它要呈现出来的一个样态，只是因为我们只能认识我们是跟我们是同类同界的这样子。那你看动物呢，一只狗或者是一只猫，狗跟狗之间他们也会有他们的互通交流的他们的方式。你看小鸟也是，早上起来看那个小鸟、两只鸟他们在叫，那个频率那些也都不一样。他们讲什么，是因为我们跟他不是一个同一个频道，所以我们不知道他们在交流什么，我们不清楚。那这一次告诉我们，就是说其他的我们这一界、其他的他界，这个都是不离开我们这个法界这样子的法的一个开展性。好，这里面应该是没有所谓的好坏对错之分，彼此是没有障碍的。好，才可以。那就像小鸟它在叫它，它会不会障碍我们？没有啊，大家同时并存的。好，我说不定是我就是彼此都是同时是存在的，但是彼此是不会有妨碍的。
好，不管是阳光照过来，风吹过来，好，那小鸟它在叫，花开花落，这个都是都我们大家都彼此是这样同时存在的，不会有任何的一个产生障碍。好，我觉得这个是，所以呢，那个华严经哈，方东美就说华严经的语言呢，真的是像诗的语言一样。他在六十卷里面，他就说华严经六十卷描述真的是像诗的语言。以他读过八十卷跟六十卷，他问六十卷是像是诗的语言，非常优美。嘿，就是那个经文文字，那当然也是透过我们这个翻译的这种。这样子对文字的一个掌握翻译得很优美。好，他这样子描述，他在华严宗哲学有这样子说过哈。还有呢，第七个圆融呢是在讲归华藏，这一切就是加讲华藏，也就是一个大的法界，也就是法界，你不管是西方东方十方都不离开这个大华严法，都是这个华藏法界里面的，都是在这里面的。好，这个是一切的这个法都是回归到这个华藏世界里面，也就是这样子的大法界。好，还有呢刹，好，还有呢这个华藏里面的每一个微尘哦，每一个微尘，我们在看祖师的著作还有华严经的，常常出现海这个字，我特别喜欢他用这个字。这个海不是说我们意象上看啊就是一个海什么，他这个海是就是一个譬喻，让我们了解到说这个无尽的这个无尽这个法界，这个圆融，这个无碍，就像海一样是深又广。他在其实他用海在形容这样子深又广，好，那就用这一个海来做一个譬喻。那最清楚我们都会知道说华严这个佛入的那个三昧是叫做海印三昧嘛，对不对？那个海印就是你知道那个海平面上它可以印现一切，印现一切的相状相貌，好，好像我们在照镜子也是一样的，它可以印现一切。好，你现月亮它就现月亮，一朵花那就现一朵花，海印三昧是这样子的。好，就是在告诉，就是也是告诉我们，提醒我们这个法，这个佛的境界，或者是这个佛，或者是我们所有的法界的这个一切，都是在这个华藏的这个刹海里面所含摄进来，都包括在这个法大法界里面。好，所以呢，这个圆融，也就是。告诉我们，这个就是这个华藏世界这个法界的一个缘由，就是在华藏世界里面。好，这个是从摄刹，每一个华藏世界的每一个微尘里面都可以呈现出那种诸佛的那种刹土，或者是我们的世界也是一样，我们跟佛啦，我们跟其他类的这些我们所处的空间都是从这样子互摄互入的。好，好像那个因陀罗网是互摄互入的，不会有障碍，也不会有隔碍，好，也没有对立，好，这个，但是呢，没有对立，可是呢，又各自保有自己的这个相貌，不会为了要呈现你而去破坏。不会，就是彼此，就是他那个相貌都清清楚楚的，你还是归于你 ，A 还是 A，B 还是 B，C 还是 C， 他维持自身的，不会去破坏自身，又可以维持彼此的和谐，好，是这样子，就好。最后呢，就好像这个地网，就是那个第四天因陀罗网那个地网，讲那个每一颗珠子彼此这样在映照。也不会有所障碍，彼此都是同时存在，而且是同时的，没有先后次第。虽然说哈，我们看我们现在坐在这里，对不对？那其他方世界呢？西方啦、美国啦、日本，他们也同时在进行他们的事情，对不对？没有停碍啦。
只是因为我们在这里，我们看不到那边的状况。那同样都是在，同样都是这个法一直在这个这种法界中的法一直在应该怎么说，在运转，一直在流转，一直在作用着，好、哦，所以就好像那个第四天那个因陀王那个珠子一样，彼此在互相的这个哈、啊、互相的照应，好。这个是我们先大概的把第一门讲的，就是说这个空间上面的一个无碍哈，从阎浮提，还有骗这个一依成道，还有呢骗十方，哈，还有骗一这个百亿的周百亿的这个阎浮提，这样子，从处所上面，从这个空间上面来看哈，然后呢，我们再来就是。看是第二个说经的时间，说这部经的时间，好，那说经的这部经的时间有分，同样有分十门哦，好，有一念，还有七天，或者是骗三句，骗三句，还有同类收一劫跟念色劫，我们一念，我们这一念其实是可以穿透到。我们过去，我们以我们自身来看，我这样一念，我是不是可以？我们方便说，我们是不是可以回忆到我小时候？好，或者是说，我可以去回想我将来我的规划是什么？透过我们这一念，都可以穿透过去跟未来。好，所以呢，念呢也色，这个劫是时间上，时间上。那我们佛法里面讲这个劫是这个劫的算的这个算法，又是很维系，又是。很不同的这样子的算法，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数字哈。好，还有色同类，还有收异劫，异劫是异类或异界，他们也有这样子时间空间上的不一样，好，这样子。那彼此呢，相入，还有收本末，彼此互相都是相互依存的存在。来摄一念，第一个叫摄一念哦。我们这一念，骗前面无尽的地方，顿说这无边的法。我们这一念，我们一念，说这就是我们一念可以穿透到过去，乃至于现在，好、哦，久远以前的。那还有，或者是我们也可以去做，除了时间上，我们也可以去。做空间上，只是这边是强调在一念时间上面的一个不可思议的这样子的功能哈。还有近七日，我们之前是说，佛那成道之后第二七日才开始呈现出说出这个法的不可思议。他其实是在甚深的禅定当中，在考虑说我要不要把这个法好，因为这个法有些那个说。声闻众、舍利弗这些声闻二圣，他们在华严这个法会上是如聋如哑，是因为他们的根器不够，还有发心不一样。哈、哦，这个在入法界品有提到，为什么会不一样？声闻二圣为什么不能入这个华严法会呢？他有提到哈、哦，第一个是根性，他根性他不会相信这样子的法根性，但最重要就是说他。他发心，他没有发心，没有发这个发心不够。好，那就有人会问说，那既然发心不够，为什么他又能够在跟佛陀在这个华严法会上跟诸大菩萨同坐一起呢？同坐在一起呢？那法藏他就解释说，是因为他也有修别异善根，别特别的别异就是异嘛，就是同异的异。他有修善根，他也有这样子的善根，但他修的是别异善根，他也是有，所以他会在华严法会上，他也会出现，只是他没有办法摄受这个法，他有这样子的这样子的善根因缘，他会出现，但是他不能够了解，好，所以这个法的一个甚深广大，会有时候会吓到声闻二圣，他们会觉得会退席，会不敢。不敢进一步的去
去修学哈，甚至不容易发起这个信心，还有这个菩提心，好，还有呢，遍三际这个法，我们现在说的是时间上说经时，遍三际就是啊，过去、现在、未来，好，遍三际设同类的，好像我们是同一类的，还有其他类的，好，那一一劫内都有无量的这个同类的劫海，有他们的时间的长短，好像我们生命的长短，好，个人也都有各个不同，那其他界类的这个的长时存在的时间的长短也都不一样，好，都会不同的，好，还要收一劫，好，不同的，因为有异界。界，这世界的界，就会有一劫，就有它的时间长短，只是因为我们现在我们的智慧，还有我们不是在某一方面的一个专业，我们没有办法说其他星球那边的生物他们的时间长短是多少，哈，除非我们去做这方面研究，但是我们是不能知道。可是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要预留一个开阔的一个观点，就是也有可能他们会不同的生物，他们有他们不同的时间存在的时间长短，好，都会不一样的。好，那这些呢都不离开我们这一念，都可以去做了解、去认知的。好，所以我说念结、念色结，我们这一念也是蛮特别的。我们这一念，哈，我们这一念其实可以骗，也是可以骗很多，很多像比如说现在的一些发明，哈，或是一些创作，好，它都是那种念头的这种专注在这个上面去呈现出来的。所以这个念，这一念是蛮特别的，蛮不可思议的，哈，这样。还有呢，复再一次的，好，这边是在说我们这一念所设的这个结里面还有其他的念在里面。就我们举一个方面解释，就是说我现在那还好，昨天也有昨天的想法吧，对，我会说我昨天是这样子想的，就是复昨天又复有诸念，像昨天我们还有其他的念头在产生，好，而比诸念复设诸结，好，那个念又有长短，这样子，这个是在告诉我们说，我们现在这一念可以放在昨天，我们可以放在前天，那昨天你会有你的念结，你会有你的念，长短不一样。你也放在前天或上个礼拜，你的那个想法念结也会不一样，长短会不一样的，所以在这里面也会有你的念心念在那边运作的。好，这边是要告诉我们是这样，所以呢，这个就是因陀罗网是重重无尽，就是好像一个网这样子，那个网真的是密密麻麻的。好，我们都是在这个上面，好，在经营我们的这个。我们所有的一切，哈，第八个就是异界，我们在讲其他世界，好，其他的世界，我们现在是地球，我们现在地球是圆的，那还有其他的星球也是圆的，那还有其他的我们没有办法去描述到的这个形状的其他的这个异类世界会不一样。我们能够知道这个是什么形状，我们可以说得出来，那这什么形状可能我们就要去个人的描述不一样，有人看到这个像什么，他会有他的形容词出来，我看到我会有我的形容词出来，好，不同的形就会那个世界的象状，我们会用不同的描述系统去说明它，好，像圆形的我们叫圆形，英文叫什么，那日文又叫做什么，我们透过语言去描述我们所看到的，
我们所看到、所认知到的这个世界，各个不一样哦。好、哦，就是像塑形的这个世界，它也有大跟小，好、哦，有隐跟显，但是彼此都是存在的，但是彼此又不会互相迫害。我为了呈现我，我就破坏你来呈现我，也不会，彼此都是同时存在，相安无事，都是没有阻隔的。好、哦，这个是在说明这个异界使者，好、哦，不同的时间。也会不同的空间时间都会有同时并存。说我们在说时间，其实是其实是不能离开空间的。好、哦，我们时间是落于这个空间上面来呈现出来的。只是说我们现在我们第一门是从时间，第二门是从空间上面来做一个分开解释。好、哦，那彼此都有各有各的的这个不一样的说的定义哈。哦以及在我们这个子规里面它有不同的举例跟说明哈、哦、这个是在讲那个我们第八门哦我们现在讲到的是第八门的这个说经实践第八门哦然后在彼此相比相入彼此相入相涉哈、哦、不同界不同时间不同的节好、哦、彼此是不会有妨碍的哈、哦、还有再来是本末哈、哦这个本我们之前有是说在就先举这个华藏世界来看的话华藏世界中非劫为劫我之前有说过哈上周非劫劫一个肯定一个否定劫非劫或者是劫、非劫即劫就是说非是否定嘛哈那这两者是虽然是不一样，可是彼此没有互相影响。好，那个是因为我们透过这个文字说它是非劫，它是劫，是不同的描述。可是彼此，我们是为了区别，你没有劫，你也没办法认识非劫。好，没有劫，你也不知道非劫是什么。那非劫跟劫是彼此透过对方，我们才认识自身。好。我透过男生我认识我是女生我透过小孩子我知道我是大人好然后透过左边我知道这个是右边这种相对性的去了解才去认识到彼此跟自我我透过这一边来认识这边但是呢如果这边又有一个那它是要变成左边它是要变成左边它是变成右边所以呢这个方位没有一定不可变的他这是左他这是右我这边又一个那他就变成左他就变成右好会这个方位也随着这个不同的空间而有不同的没有固定不变的好是这样子那同样的这个是要说明本收末本跟末彼此也是没有区隔的末是因为有这个本而能够成立那本因为本呢能够到后面的这个末而形成那这一步一步到末这样子本跟末是这是等于类似说是前后的这样子的关系也是没有彼此两者是没有对立的没有障碍才有办法去互收互摄好所以这边他解释说以时间没有长短离分线因为所以能够所以能够长色短短色长短色长长短虽然有长有短但是彼此是一体的没有是因为相对性的我们去认知好那它时无长短离分线时间没有长短离开它这个区别分线就是区别分开区别的意思好所以没有这样的长短之分好是这样还有呢他跟你讲的是这个也是法的关系呈现这样子的法的一个殊胜圆融的好好那最后呢就会有一点点的问答他会说既然说
我们说这边就有人问说，既然这个慧呢是无量无边的无了识嘛，没有终尽的，没有尽头的，那为什么有这部经教呢？好，然后呢就回答，是因为我们的根性比较劣，为下劣众生在无尽说当中取这个，取这么一点点结集出来，让我们来了解。是这样子，但是其实有更多的不是这部经能够包摄进来的。好，这边就这样子解释。好，就好像说我们从一个小小的空间，好，看到这个你没有办法看到这个广大的那个角度不一样，因为你那个门只开一个小缝，没有办法看到这样子广大的虚空。那道理也是一样。也因此呢，他就说，透过这一步观此一步，见无边法海。看这一步，可以看到无边的法海，无边的、无尽、无边的，也是透过这样有尽的文字描述，我们各自去了解这样子无量无边的这样子的法义。好，这个是有稍微为我们做一个简别啦，就是区别。有人这样子问，做个简别区别。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这个多劫哈，一直在说这个法，好，我们讲前面很多劫嘛哈，我常时在说这个法，那佛有涅槃吗？你常时都在说，那为什么我们其他经典都说佛入涅槃哈？何故为什么如来有说涅槃呢？好，因此呢，他就在讲，他就举例举法入法界品，就说哈。佛说此经的佛，就是佛说这个经，这本来是没有在涅槃的。有没有涅槃，其实不是要特别强调的这个地方。他说入法界品说开旃檀塔见三世佛无涅槃，好，就是没有佛没有所谓入涅槃不入涅槃这件事情。佛入涅槃也是在开演这个法，那佛不入涅槃也是在开演这个法，跟涅槃。不涅槃，没有关系的，好，因为他这个法是骗法界的，骗无量世界的，好，那诸佛都是在说，那佛有涅槃，那是不是也是方便吗？示现的，让我们知道，好，是这样子。那还有呢，又问又回答，就是说，这个初时就摄多劫嘛，就是。初始是指佛觉悟之后，佛出从这个那个菩提树下觉悟之后，初始哦，就是最开始的那个时间，就已经摄多劫了，然后呢，是故示现涅槃也是在这当中，这个是这样子说，那是在摄化威仪，为了要摄化的威仪来的这个涅槃，也是那。这样子也是在摄，也是在教化，是在说法摄身。那这个呢，跟佛之后成道之后再说的法也是没有差别的。这样了解吗？好，所以说说是故说法总无休息，是没有在不没有中断、没有终止的。不管是佛有没有涅槃。是在什么时间点上，都是在转这个法，不管佛有说没说，这个是法尔如是，就是这样子，这个法就是如是的这样子在存在的这样子的法，因此他说，舍那佛常在华藏恒时说法，那我们是举这个舍那佛来表示在这部经里面主要的一个人物在这边，那他也。也透过他让我们了解这样子的法的一个特点，所以他说初无涅槃之常住故，佛是常住在常住的。那我们以后会读到说佛，华严经讲十种佛十佛，其他讲的是三身佛嘛，法身、报身跟化身佛那所以呢，这个华严讲的是十种佛，所以呢，任何。一法都可以说是佛在说法的，
没有涅槃，如常故，如常住故，所以这些菩提也是一法，也是佛在呈现这个法，所以是常在的，好，没跟佛有涅槃，没涅槃是不是关系？不是在这个地方，所以强调这样子的法的一个无尽跟特殊性哈。这个是我们先，这个是第二门呢，是这个说这部经的时间，好，我们先让大家了解，再来是讲第二喽，第二门呢，第三门，不错，第三门是说经的佛，这边说经的佛哈，也有十个，也有十门，好，说经的佛，那一开始呢，就先问呢。他说："哈，他就问说，就问说，这个说此经的此经佛卢舍那佛哈，如果说，就我们前面讲，前面不是在举说他遍一切时空吗？如前无尽实处，对不对？如前无尽实处，遍一切时空。那他这边就问说，那佛是一生还是多生？一生还是多生呢？好，这样子有什么过失呢？好。"然后继续问，如果是一生的话，如果只有一生一个佛生的佛的话，那你这个讲不是前后矛盾吗？因为你说一切刹中都现全身，那不是只有一生呢、啊？好、哦，但是如果是多生的话，如果是佛有多生的话，那为什么经会说不分身呢？没有分身，就是佛就在菩提树下。他没有分身，那就是那一尊佛，好、哦。但是你这边又有多身，那为什么经又说那个没有分身呢？好、哦，那他这边还有问，后面又问说，如来身也不完别，就佛没有到哪，没有分身到，因为我们在经里面不是有看到，我们这34品里面提到说，佛到刀立天吗？夜摩天吗？去讲，去说法，对不对？那如来也没有，应该也没有去啊。如果是一生的话，那佛也没有去到夜摩天呐、刀立天呐，好、哦，这样子。那这个时候呢，祖师又怎么回答呢？他就回答说："哈，这是因为毗卢遮那佛的法界身云无障碍，就说佛身哈、哦，佛身不是我们所了解到，它是一个具体的形象。"好，它就是一尊这样子，我们可以触摸到，我们可以看得到的。好，这个是一种譬喻在解释说，毗卢遮那佛的法身是指这种法身呢，是法身云，云跟海，云我们这样讲，刚刚讲云，刚简直是那个经文里面会常出现海这个形容词，海这个名称，还有云，好像第八地讲的是，法云地，十地里面。有一地是叫法云地，会用这个云，这个云来形容、来譬喻，说是没有障碍的。你看我们看到的，这个云就是这样子，哈、哦，它不会有受到障碍的，哈、哦。如这个佛的法身就像云一样，哈、哦，常在此处，也就是在他处，因为经文里面60卷说。佛始成正觉，60卷，我们看第一句经文。佛始成正觉，在菩提树不离此座，好像不离此座而遍十方，不离此座而遍什么？这是经典有这样子在描述哈，就是说常在此处，也就是在他处，此处跟他处是没有阻隔的，好。就是我们之前我们刚刚讲前面的都有提到，就是说是此处他处，因为我们会有此方跟他方，此方跟西方，好好，我要投我要往生西方，此方跟西方，我们会有一个方向，我们会有一个目标，好，那就是这个是这边此跟彼，这里跟那里，就是会有一个距离对象，好，我有个目标不一样的。但是呢，他说佛的这个法界身云无障碍啊，就好像此处跟他处是彼此是互相通的，彼此是存在的。
远在他方。虽然说佛他视现他方，但是他不离开此座，不离开此座而有，那个佛分身到其他方去。好，那这个也是因应到说，那所以我们的这个因缘所必须要做这样的视线，必须要做这样子的，因为我们需要，好，远在他方，恒住此方，身不分异，也非一。好，身没有分什么不一样的，但是也不是一尊佛，它可以是一，啊，也可以是异。好，可以说是一佛，也可以说是多佛，可以说是一身，也可以说是多身。好，身不分异，好，没有差，不分它的一些，就是都有各式各样、各种这个佛身，但是也不是只有一个佛身。好，好，这样子，然后叫同时异处哦。虽然是同时，但是异处，可是它是一身里面就可以呈现出这样子多身的圆满，所以它全片全现。好，一切菩萨不能思，那这一切菩萨可就是不是上根利器的菩萨是没有办法去思考出来，是没有办法去体验的，是不能够去了解的。好，这边这样子在回答，佛是一身呢，还是多身呢？好，那从我们这边回答是从卢刹那佛的法界身，法界身，好，如这个云一样，好，这个是这样子的来解释，所以他就这边就是在说明这个说经佛有十种哦，你会觉得说，哎啊，怎么都没有佛的名字，好，没有佛的名字，对不对？我们有，我们拜忏的时候都会有什么千佛弘明宝忏，还有88佛，好。那个是有名称，对，那个我们就赋予它一个名称的定义。但是这个地方，如果我们今天所要讲的这个说经佛，说这部经的佛的话，那它就不是我们可以用那个有限的那个定义去定义这个佛的名称。因此一开始法藏就跟我们仔细的先跟我们建立一个厘清一个观念，好，这个佛不是只有一身，那因为如果是法界身的话，那也不是说十身、百身、千身，我没有办法去譬喻的，所以他会说是法界身与无障碍，就是无量身哦。那无量身的话，我们要怎么去定义他这个佛的名称呢？哦，所以这边没有佛的名称哦。好，哦，我们看其他的经典会有千佛啦，哈，万佛这样子的名称，这个是有确定，哦，我们经文都有出现，但是这边是从，我们先这样了解说，从法身的这个功德业用，从法身的功德业用来分这十个，分十重，好，哦，那这边是略举，好，哦，周用无碍啦，相片无碍，还有即用无碍，还有依起无碍，真应无碍，还有分缘。因果依正潜入跟圆通无碍哦，这十个都是在说明这个佛，这个佛身的特殊的这样子的的说法，还是也不能说是譬喻啦，好，哦，让我们了解这样子的法界身云的这个佛的一个这个含义哈。哦，那这边有分十个哦，这样我们就看，我们先快速看出周用、相片、相片哈、哦、即用、依起，还有真应。这边是针对众生呐、啊，那这个应机示现的哈、哦。好，有这十个，最后的就是说圆通，这十个都不离开这一身佛。好、哦，好，那我们来看下面仔细的来看周用呢。什么叫周用无碍呢？上面不是在讲提到念跟结吗？还有刹吗？好，这个无碍从念色结也是无碍的，那骗一切一一成道，都是在呈现这个法，所以那这个地方就在讲，就是说周用无碍，也就是说
这个佛这个法身哦，法界深云哦，周用周呢，就是能够说是周延遍，周延很能够普遍，好、哦、也没有阻碍的，好、哦，那这边就是哦，举前面那两门，前面那三门，这样子，卢舍那佛显法界深云，那业用也是无边，好、哦、无边的，那一一尘一一刹。都是在摄受教化众生、哦、所以呢会现八相呢、啊、或者是三圣呢、啊、或者是五趣身或者是六尘境哦，五趣身就是五道或六道众生的不同界不同道众生去示现、哦、所以呢他说这边就只说身云差别名号不同，但是业用多端不可称说。好，身云差别是这个，这身云是多无量的多，那名号也会不一样。好，但是它的业用产生的业用也不可我们没有办法去做它的描述陈述。好，所以这边就引了一个经文，这就是说卢舍那佛在一层当中哦，卢舍那佛一层中示现十佛世界微尘数等等、哦、以这种殊胜的威仪来摄受众生，那一层如此的话，那十方法界就是一切层也是如此、哦、所以他就说如是应机现身，如是应机现身，无尽无尽不可说。我们的语言跟文字能够描述，能够去描述出来，其实是有限的，其实是有限量的。好，但是，会透过这样子的，一种物象，让我们去了解，我们各自可以去体验，那就会有无量无边不同的意义会呈现出来。好，一件事情，每一个人去描述，一定会不同的。好，十个人有十个人的观点。好，二十个，二十个观点，那这样子就会有很多的这样子的意义会产生。好，所以我说如是应机现身，无尽无尽不可说。好，那如此见佛坐狮子座，我在菩提座上啊，好，一切尘中也是一样，都是如是，都是如是这样子。再来看第二个的无碍的呢？一一差别相中，我们前面讲的这些一一的差别相，一一都摄一切的业用，每一法遇到每一界每一个劫、哦、每一类的众生、哦、各摄一切业用，都有不一样的业用会产生、哦、我对于不同界的世界的生物众生，它就会有不一样的说法呈现，也会有不一样的法身呈现出来。好，这样子，那这边要举如来胎中只有出家成道等类，这也是这样子，让我们知道说哈，乃至于佛在还没有出胎的时候，他在住胎当中并没有迷失哦。我们在入法界品、离世间品里面都会有提到，就是说。我们凡夫入胎其实是迷失的，有时候会迷失，就是大部分都是迷失的，所以我们通常就是会有一种好像无明这样子。但是佛跟菩萨他在入胎、出胎、住胎，他很清楚，他没有迷失。好，这个在说明是说，这种佛种有这样子的佛哈，他的这样子不是只有我们看到是说他，不是只有我们看到他成佛之后的那一些显现出那种殊胜的那样子圆满的境界，乃至到维系到他的一个毛孔放光，还有他在入胎出胎的时候也仍然是很圆满的，没有这种迷失的这样子的情形，就是会。就让我们知道说这种说法这样呈现出来这个法的微妙的维系的地方、哦、维系到说佛陀这个佛菩萨入胎住胎时候仍然也是
清清楚楚的。好，那这个可以看实地品，我们以后可以看实地品里面哈。我们这边先看说，是菩萨住实地哦，诸佛所有维系智啊等等这些很维系微妙的这些，乃至于身口意哦，这些都还是很殊胜维系微妙的圆满的，没有身口意是没有一些染污的这个存在，好，就是有别于我们一般的。好，我们的这个凡夫身哈，第三个是在讲这个三昧当中哈，三昧当中也是在讲这个佛身呢，即用无外哦。我们现在弄还是要记得，这个是在讲这个佛的说经佛的无碍，好，说这部经的佛，那这个佛是法界声云的佛哈，所以这边没有佛的名字哦。好，那这边呈现出。禅定当中的佛，虽然在定中，可是它能够产生教化、即用、无碍，能够产生作用，也是没有障碍的。好，虽然现无边的自在，无边自在哦，不作意，不作意，说他不会刻意再去起这个什么，去造作刻意，好，也不会要起特别的什么念虑啊什么的那个念头，就是任运自然而然的，就跟这个佛的法身跟他那个生命是融为一体的，自然而然它就呈现出来的。好，虽然是佛是在甚深的极这个甚深的禅定当中，但是仍然可以起这样子的作用。好，这个在讲这个法界声云里面。能够呈现出这样子的殊胜的这样作用哈，所以呢，不是一品里面一念中哦，一念中示现一切真实佛，教化一切众生，不舍离即灭，不舍离这个无二的这个三昧，好，这也就是说是诸佛不可譬喻也不可思议的这样子的境界，这样子。在极这种甚深的禅昧参禅定三昧当中。仍然可以有这样子的作用，好、哦，这个是让我们去认识这样子佛的这种觉悟者，让佛的这样子的经验，让我们透过这样子的文字来了解哈、哦。那经文就说如摩尼这摩尼宝珠，好、哦、这么多这样子这么的无量这么多天古出生皆无功有任运成就，好、哦、不用刻意的再去造作了，好、哦。在下面是在讲一起无碍，一呢，一这个前面讲的是极，这是三昧，那个前面那个极用无碍讲的是甚深的禅定嘛，哈。那这边是讲海印三昧，好，我们刚刚解释说，因为海印三昧之力而得以显现，好，一切示现无有无有余，能够示现到法界一切空间，也可以穿透一切的时间里面。那是因为有海印三昧而能够有这样子的无碍的呈现出来哈，这是依这个起依善海印三昧而起这样子的这个业用哈。再来讲真印哈，真呢也就是在说明现无尽生云，就是没有生灭的，那这个是法身平等一位哦，不碍业用，也没有限量。所以经典都提到说，法身多门，法身多门，但是现十方，好，因此也就是真应理事浑融，真应理事浑融，没有障碍，就是佛境界的一个呈现出来，这也是佛，好，用他的境界呈现出来，好，还有是分跟圆，分可以说是部分呐、啊，这个。局部的，那圆是整体的，好、哦，圆是全部的、整体的，分是一个局部的。因此这边是说，这是骗法界卢遮那身呢、哦，每一之分一毛孔，每一个佛的枝节啦，每一个毛孔里面都是呈现这个舍那佛全身。好、哦，那分处则是圆满，
虽然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一一枝节、一一毛孔，那这个没有离开佛的全身呢、啊？好、哦，虽然有这样子的部分，就好像我就以举我们人来看，也是一样的意思嘛。好、哦，我的手跟脚都虽然是部分的，好、哦，这是部分的头啊，这些是部分，但是整体都是我，都是我全身的。好、哦，我们用这样来了解哈、哦。那入法界品就也这样子说，一一毛孔呢？现佛刹微尘等化身云哦，充满一切世界。好，每个枝节、每个毛孔都是这样子。那十方法界所有的每一个微尘也是这样子的。好，可以充满这个，可以示现这样子的无碍的法身。好。那同样，这个也是在《入法界品》有提到，普贤枝节及毛孔一线可知。因为我们在讲这部经一开始会就是说哈，佛是用放光，佛是因为卢舍那佛他甚深禅定上面当中，他是用放光来呈现出他对于这个法的一个呈现出来这个法。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都是透过普贤菩萨把它。把它留多一一根报或人跟法彼此远近，好、哦、这些身啊钱啊广狭好、哦、因跟果这些彼此都不会有所区隔，好、哦、但是呢彼此又清清楚楚的，比如说理，理也是理就是理，是也就是是，理呢？理是作为事的内在，理呢可以作为事的内在的，这个应该说是它的法义，它的一个原理，好、哦，但是事呢，事又离不开理，好、哦，是我们呈现出来这个，我们认识到这个事相背后有它的，一定有它的理的存在，就我们刚刚看那很多圈圈的图，那个图一样。我们看出来的这个，一个事项里面，它一定有它具备的理法。我们看一张纸，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很多很多无量的可能在这一边。如果看到一张纸，你会想到什么呢？每一个想到的都会不一样，但都是作为呈现这一张纸所应该具有的一个因缘跟条件。好，这个是我们如果我们够清楚的话，我们会看得出来。那同样的，一跟多也是这样子，一多跟一之间彼此没有不是关系是相一体相连接的，多不离开一哦，一可以一是造成一是形成多的一个其中的一个条件，但是多能够形成是不离开任何一个因缘的，好，那以此类推哈，我们说理跟事，一跟多。一跟还有一正，还有人跟法，好、哦，人可以呈现这个法，法呢透过人而有有而能够展现出来，好、哦，那彼此这个都是一种相对的啦，就是一种我们透过理来知道事，那透过人来认识这个法，那彼此是不是断裂的两端？其实彼此是互为一体的。这个是我们要先建立这样子的观念哈，因为我们在讲这个圆融的时候哈，我们讲圆融其实就是它不是为了要取消另外一端而来呈现这一端，而是能够同时的去涵容一切，好，保有彼此的特色，能够让。彼此都能够存在，而不会因为要呈现出某一方而去消灭另外一方。好、哦，这个不是我们在这个圆融里面所提到的，不是这个定义。我们讲的圆融是不管时间、空间、因跟果、刹跟结，或者是世界，好、哦，或者是部分跟全体，全部都是一体，不是去可以分割的。好、哦，这个是蛮重要一点，我们要掌握到这个，好、哦，这个是
我们讲的这个第三门哈，这个说经佛哈，说这部经佛所呈现出来的不同的样貌，不是我们所能够理解到的，佛的名称哈，不是的，好，它是用一种这样子的这个法身，用法身的功德业用，还有因果来呈现出这个佛，呈现出这样子的佛的特色哈，这样子也就是法身佛所具有的。通常我们觉得啊，就是法身，好，法身佛，法身佛这样子。可是呢，在这边呢，对于说这部经的这个法身佛里面，他用十个角度让我们来认识，十个角度让我们认识这个法身佛的十个面貌。好，从因果、从依正、圆通，好，这些来让我们认识说这部经的这个佛。好，好，在后面的呢，说经众哦，说经众是指说。说这部经的其他还有哪些呢？好，这边有十种，有十位果德众，还有常随众、庄严会的这个众，还有供养，还有奇特众、影响众、表法跟正法众、所意众，还有观法众。这才说明这说经的众，也就是说跟前面是说经佛，那再来讲的是说经的这个其他的大众，跟前面不一样哈。我们可以这样子方便的了解，也就是说，除了佛之外，好，除了佛这个法身佛之外，我们刚才讲，除了这个法身佛之外的这个说经佛，其他的哈，也是告诉我们这个。呈现出这个法的其他的大众还有哪一些呢？还有哪几类？也有十类哦。好，有十类在前身呈现这样子的法，这个也是在讲果德众。那果德众呢，它这边有分两种啦，就是说能够加跟正法的这个众。好，应该是可以这样了解哈。果德众这边也是放在这个，也可以说是佛，那个卢舍那佛的这个佛的这个果德的殊胜。好，净法界一切诸佛，经文说净法界一切诸佛都在卢舍那海印当中现哦，同于此会共说华严。好，这个是佛果的这个佛，真的这个佛果圆满的这些。等同于跟卢舍那佛等同于证了卢舍那佛的这样子的其他的大众，我们先举个例子，在第一品哈，我们六十卷叫做世间净严品，那世间净严品里面哈有出现33众，还有18众，很多大众都来，有异生众，有同生众，还有内众跟外众，好，分很多类别。但是我们在仔细看经文之后呢，你会了解到说，哎，怎么还有山神、河神、海神，还有日月天子、日天子、月天子，还有呢，梵天、33天，这些天神都在华严会上出现。那为什么？因为在这个祖师的对我们解释，就是说这一些出现的这些同会众、同生众或者是异生众哈。还有33天，这些出现在这个华严会上，他们都已经是证了佛果位的了，他们的果德跟卢舍那佛的果德是等同一致的，所以他们会出现在这个世间净严品里面，同样来作证，证明说卢舍那佛说的这个法是没错的，是殊胜，是圆满的，十方诸佛菩萨都是来证明的，都是正确没有错的。因此呢，我们可以知道说，他出现的那一些，河神、海神、日月星辰，他们都只是示现出来给我们看。其实他们已经等同于跟卢舍那佛是一样的，所证到的果位是一样的。好，所以他这边就会提到，法界一切诸佛都在卢舍那佛海印当中所呈现出来的。好，海印上面呈现出来的，在此会共说华严。
好，所以这些就是除了前面我们第一个，我们刚刚讲的是说经佛，对不对？是指法身佛哦，我们要记得哦，法身佛他用十个面貌让我们认识因果啦、依正啦，好，还有他的这个我们刚刚讲的那个，那我们知道法身，因为如果不讲清楚，我们没有让我们解释，没有解释清楚，我们不晓得啊，法身可能只有两个字，但是祖师他把它分成十类，我们就很清楚，哎，法身具有的特征，法身具有的特征就是这样子，那我们了解，好，他就在告诉我们这个法，那再来是众，就是除了佛之外这些，那是从这个果德这边来看的，还有呢，常随众，常随众，也就是说哈，我们在《华严》这部经里面，除了卢舍那佛之外呢，还有普贤菩萨，还有十方世界的微尘等大众菩萨，都是作为卢舍那佛内的眷属，不是外。好，我们方便解释，就是我们就好像是在同一个学校啦，或是同一个团体里面的内的眷属。那当然也有分外了，可能就是其他的，其他三十三天呐、啊，其他外界的众生，那就是另外的，他会用内跟外来区分。那这边会说常随众，也就是说普贤菩萨，好，跟文殊还有普贤，那普贤菩萨是比较显的，那文殊是比较隐的，但是在我们这部经里面，卢舍那佛、普贤跟文殊是很三个重要的人物哦，好，那普贤菩萨主要就是在带这个卢舍那佛把这个实践的法门给实践出来，还有其他的一些佛的功德果德，透过普贤菩萨把它呈现出来、流露出来的。所以呢，普贤菩萨是作为常随众之一哦。那还有十方的诸大菩萨。我们以后如果读经文会发现哈，经文在一开头都会说十方，先从东方，东方再来西方、南方、北方，有十方上下，最后哈就会有诸佛菩萨，都是菩萨呈现，都会随着这个佛，一佛在哪里，其他方的菩萨都会一起出现，然后都会化作这个。大莲花座，那大莲花座坐那边听佛说法，还有呢，他们会用他们十方诸佛菩萨他们所修正的一些功德皆位供养诸佛。好，这个经文有会有描述到，那不同的品描述内容会不一样，他会说哦，就是东方菩萨化作东方菩萨有无量眷属菩萨俱来，然后化作这个莲花座，那供养诸佛。好，这边也都是针对讲的是常随众，他们会是随着佛而同时出现的，同时哈，这个是在讲这个常随众哦。好，另外的还有呢，常随众这边就特别举例。舍利佛哈，舍利佛等2500比丘哈，还有释迦佛这些，释迦佛还有呢，娑婆界这些常随众也是常随众，那他们呢也是在帮助卢舍那佛讲法，也是在弘扬佛法哈，在教化，但是他们讲的法是三圣法，好，您先清楚，他们讲的是三圣法，不是卢舍那佛的一圣法，不是我们华严讲的这种一圣的圆满的无碍的法哦，我们要先了解一下，他们讲的是三圣的法哦，好，但是他们也是随着这个卢舍那佛同时会出现的，好，这个称为常随众。还有呢，哪些众也是在呈现这个法呢？言会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比如那个第一品的那个世间净严品神王啊、天王啊等等三十余类的他方界的众生，好，这些那也是在庄严这样子的华严这个法会，好，
这个也算是在，就是让我们知道说，哎，他们也是在视线这样子的法，就好像我们各位来这边上课，进了这个教室，或者进了佛陀这边，我们到这里，我们就是来学佛啊，学法啊，对不对？那其他这些就那天王啊、神王他们这些，到了这个佛的这个会场里面，他们也是要来熏习这样子的佛的这个法，只是他们是不是像那种大菩萨或者是十方的诸佛不一样，他们来了，他是研会，这边是在讲研会，就是我们可以上面说就是在庄严，那他也是在学习，也是在赞叹这样子的法。这个是言会，言会就是庄严卢舍那佛大众的法会。那这边要举其他的呢？举其他的就是说，其他的宗呢，是因为的是净土，令净土是不空，因为我们有往生到西方净土或者是东方净土会有一定会有佛在啦。那这个是让我们众生说，我到那边，到东方呢，或者是到西方去，我可以跟佛一起学法。那个地方不是空的，有佛可以在，可以让我跟他学。那相比于现在的这个华严讲的这个严慧众，那就不一样。严慧众里面就是会出现神王、天王啊等等其他的。其他类的其他界众生都会出现，都是会过来。但是我们前面讲的，他们讲的是三圣法。我们来这边就类似我们来这边上课，我们也是在学这个法。那不一样，各有不一样的想要学习的，那都是在这个处所里面的。都是来让大众知道说。来到这边，那其他菩萨到了华严会上，他们也是在来熏习这样子的法，熏习这样子的法，然后也是庄严这样子的卢舍那佛这样子的法会，跟其他宗派讲的，会有点点差别啦，那这个是实在的，其他宗说的是属于示现呐，或者是化身呐，这些就会有不同的说法，但是这边讲的此宗哦，就是我们就是这部宗里面讲的实实在在，是海印三昧所现的，能够显现大法海故。就像我们之前面讲的我们到这边讲的是言会那个说经众，那前面是讲说经佛，还有说经处跟说经时间，对不对？那这都是实实在在的，不是虚无的，是真的，是真实的。那真实的就是海印上面所呈现出来的，它显现的是个大法海，不用透过当然除了文字之外啦，除了这语言文字之外，还有呢，我们从一言一行，从外在的大自然界等等，我们周遭的一切都是可以，是我们去学习的一个对象，可以去学习的一个境界，只是说我们有限用60卷或80卷呈现出来，那还有更多的法没有包括在这个经里面，没有收录进来的还有更多，所以为什么我们后面会讲到说《华严经》有4本哦，上本、中本、下本跟略本，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略本，略本就只有60卷或者是80卷。它只有4万多诵而已，上本经是无量无边的，不是我们凡夫众生能受持的，所以龙树没有传出来，是这样子。那我们都可以从这些周遭的一切去学，那这个是实实在在。他说的是，此中是实，是海印三昧所呈现出来的，每一法都是真实的，没有虚假的。那跟其他的说的会不一样。这个是说这部经的众哦，说经众哦，再来是供养，供养也是哦，
如第五会哈，第五会，好，第五会提到庄严狮子座，这一些百万菩萨啦，还有梵天呐，围绕在这个大法会，那也是来作为这个卢舍那佛所，此等并是卢舍那佛所常供养众。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说，我们都会以说，我们去供养佛，对不对？好，我们去供养佛。但是呢，这边呢，说明的就是说这个法的，除了佛之外，供养众就是指这个卢舍那佛，他怎么会是供养呢？他用法，用这样子的殊胜的这一圣的法来跟大众供养，此等并是舍那佛所常供养，所常供养众，因为这些众里面，我们前面不是讲有33天吗？还有声闻二圣呢、啊，这些他们都来这边学，那卢舍那佛用这个法来跟他们结缘供养，也算是一个另外一种形式的一种这个其他的，除了佛之外，从佛的角度去讲，那这边是从其他的方面去讲，这样可以了解哈。好，从常随众呢，还有供养众也算，那卢舍那佛也可以是，不是就说啊佛菩萨或者是二圣，或者是我们凡夫这些，彼此都是同时都可以互存的，好，都是在这个华严会上，都是可以同时呈现出来，只是说我们会碍于我们有我们的因缘业力会不一样，但是就是在这个我们认知，我们所知道这个法义里面，佛菩萨还有我们是无自性，是平等的，好，是这样子。这个是在讲第四个供养众，也是说经众的之一哦，还有奇特众，奇特众也是哈，奇特众里面就是在会，我们如果读到后面哈，每一品里面都会有不同的会主，好，那这个就是以那一会那一品那一会的会主，就是当做是他的奇特众，他这问题。这边是这边如还会等等是如来依正所摄哦，好，就是会我们从其他的品，你们就可以看得到。以后我们读的时候会发现，就会知道，比如说同学上个礼拜拿到这张表嘛，哈，这边会以那个，比如说在，好像这个第一会哦，第一会是没有。哦，第一会的会主是普贤菩萨，然后第二会呢是以文殊菩萨为独特众，就是说以他为主就对了，独出的以他为代表，每一会都有不一样的菩萨，然后再来呢第三会是法会菩萨，还有功德林菩萨，好，那他们这个名字都有特殊的含义哦。这个会在我们祖师的解释是指解方面解。了解的解就是解这个法，好、哦，这个会它有含义，就是指解这个法，所以通常有它这名字都会含义的。那林呢，会有林，双木林的林，这个林是要说明功德，功德就像那个，就好像那个森林里面这样子，哇，很多功德就像那个森林的树一样，这样子的，兴盛，好，好像那个树这样树木这样子的兴盛，好。那还有呢？还有其他的会主有金刚床、金刚杖，他们都有他表示他们的法门的特色，以及他们所要呈现出来的，好，那个法的特征不一样。所以法会菩萨、金刚杖菩萨或者是金刚床，在每一会里面。都是这样子独特，以它为独特标出的。当然还有其他的会众也都有，但是这边的有其他的特别的意思，啊、哦，有不同的含义在里面，所以这边就是奇特众在这里面。好，
那都是如来依正所摄受的这些众呢，也都是要来跟卢舍那佛，学这样子的这个法。那他也是呈现出这个法的殊胜，就是说，除了佛之外呢，其他这些奇特众呢，或者常随众，来这边来到法用会上，也可以呈现出是对于这个法的一个的好要。的想要去学习这样子，好，只是不同的会、不同的品里面所代表的佛的菩萨就会不一样，好，有其他不同的含义。好，后面再来就是指影响众，哈，影响众呢，这边就有卢舍那佛品提到的，跟这个入法界品都有提到的，好，好，这边就提到说，十方等等这些微尘数的大菩萨来，那其他世界的一会当中，其他世界的菩萨来，也都是作为卢舍那佛的眷属。这边是这样子的来说明哈，所以一菩萨每一位菩萨都有他们各自的世界微尘数。的这些菩萨还有庄严，好，那都覆盖充满虚空等等这样子。这也是在从卢舍那佛品里面就描述到，好，每一毛孔里面出现十佛世界、微尘数世界的诸佛，好，那还有入法界品也有都是这样子的描述哈，就是不论是在一一微尘，或者是在说明这个佛的一毛孔啦、好，每一个枝节啊等等，都是在呈现这样子的法。不论是过去、现在跟未来，都一直是这样子的，好，一直是这样子，如是的这样子在对于这个法的一个流转，好，一个开眼，好。那这边是在这里的影响，可以，我们可以这样了解，也就是说，佛之外，还有菩萨，还有其他每一微尘里面的世界，好，等等，都是在成说这个说经法的大众，好，都是在流传，都是在形成这个法的一个，的。行，能建立这样子的这个法的一个大众之一，好，当作为影响众之一，好。后面的，好，后面是表法众哈，好，这边哈法藏又有解释哈，他说毛孔生分就是色法界哦，那这些都是位极的菩萨，都是已经到了。最高阶位的菩萨，好，从他方来影响如来，非自刹常随之众，以普贤等得位齐，也就是告诉我们说，哈，这些他方来的，在他方来的这些菩萨，哈，他不是他们各自的常随众，他们是属于这个华严这个大法会里面的这个会众，而不是他自己，因为十方诸佛菩萨，他们有他们的世界，他们也有他们的刹土，他们也有他们的劫，也有他们的常随众，可是不是指这个。他们说的是说，这些到了顶级位的菩萨呢，他们从他方来影响如来，是与普贤菩萨的德是一致的，等于是跟普贤菩萨的德是一样的，好，不是从他各自的世界里面过来，是单是从这个菩萨，他是从他的那个界，他的那个刹，他那个界，他的那个佛土过来的，好，不是这个他各自那个世界里面的那个常随众，好，这个他这边就这里就。这边就这样区别，从他方来
影响如来，哈，这边用这"影响"两个字，我会觉得好像，会，我不知道各位同学，你们看到"影响"这两个字会有什么想法？从他方来影响如来，哈，互为这种菩萨跟佛的一种这种互为互为这种学习，还是互为这样子的典范？好，就是我来这边，假设说到了华严法会上，卢舍那佛讲法，他就是会主，就是以卢舍那佛为主，其他是眷属。好，但是反过来，如果今天这其他的菩萨来到卢舍那佛法会里面，他是要来供养，或者是说要来当做长随众的时候，他这个主客就会有更动，以他为主。像我们现在是我报告，可能是我为主；如果我们下一次换别的同学报告的话，就是以他为主。那主跟客之间是可以互相的去做一个身份会不同的去调整。因此呢，他方来，从他方世界来的，这个来作为这个卢舍那佛这个诸佛的一个。来做，等于说是来成就、来庄严这样子的这个会场的这样子的会众，好、哦，我们大概先这样子的来了解，或者是同学如果其他的想法，也可以跟大家来分享哈、哦。好，第七个表法众也是在说经众的之一哦，表法哈、哦，这边有提到，我刚刚有提到说，会诸会菩萨表示十劫法。以慧能解，还有呢，还有那个菩萨里面都会有手，他会以法手、财手、法手菩萨、财手菩萨，还有就是说，菩萨的名字会有手这个字，那这个手是指信，以信为信心为一切行动的开头，所以称为手。那这个都是叫表法众，表。就是要表示这样子的法，所以说这个名字有它的含义。好，那灵呢是表示个形，那床是表这个相。我刚说错了，灵是表形，不是福德功德，灵是表示这个实践的这个法门。好，就像森林那样子的多繁茂，繁盛。很多这样子的实践的法门，床是表示向一个方向，好，那藏呢是表示地，好，所以这些都不一样。这边就是告诉我们有几个呢？有五位，就是实性法、实行法、实回向、实地位，好，实住法，实住法门就是要解，就是解这个。前面的这个法就是指这个十住法门，所以是变成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跟十地，他们的名字都可以表现出他们所证得到的阶位。那因为他们这些菩萨呢，到十地位菩萨，乃至到了第八地、第九地，当他还没有成佛的时候，仍然不是佛。好、哦，所以他们就是在表现这样子的法的。由他们的名字来呈现出这样子的法的含义在这边，所以这个称为表法众。那表法众也是呈现出他的这个法，因为他所证得的，他修什么法，他所证得什么阶位，都会在这边在都会在我们经典里面会描述呈现出来。只是我们把它区别为实性是不入位的哈，实住、实行、实回向跟实地。会有不同的，这个与会的大众，那都是以菩萨为代表，所以称为表法众，表示他们所实践这个法门的内容不一样，所证得的阶位不一样。还有再来是第八个是正法哦，正法也就是说，正法众也是在呈现出这个法，他也是在讲法，哦，别忘我们这个是在讲这个说经众哦，还有正法众，正法众也就是。他方同名，
同名哈，其他方同名，但是他们来自不同的世界，不同的佛世界，哈，是不同的佛世界都来证明，就是说这个法，卢舍那佛说的这个法来证明究竟的这个法，好，那一方都有百万佛刹、微尘数等等这些，跟随着其他的百万微尘的这些，诸佛刹里面的诸佛，他们所证得这个法，也可以让我们知道他在呈现这个法的大众之一，也是在说这个法，也是在说这个法，好，说经众也是在说这个法啊。他们以他们所证得的这个位阶，好，就好像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世俗的你有什么身份，你就会有什么样子的阶位地位，那也可以看得出你在执行你负责的任务是什么，都可以，因为你这个阶位付给予你的这个内涵，好，可能叫执行长、董事长或者是总统，好，不一样，赋予他的不同的这个任务跟含义不一样，他不同的位阶，好，我们就暂时这样子的来理解哈，然后再来是所译众哦，好，所译众也是在指这部经所获得的这样子的义，它可以呈现它从这部经所获得的利益。所译众呢，有天王、天女，好，这个在我们入法界品里面就会出现很多，那发心功德品也会有出现哈，各万佛刹、世界诸众生等等。这个获益，从这个经、从这个法、从卢舍那我说的这个法所获得到的这个利益，那获得的这些利益，这些众生，他也是可以，也可以是用他的这个法去呈现出来。那他也有他的眷属，对于他们这个他的这个眷属里面，他会有所对他们会有所注意。帮助，有所帮助，这样子的与会众，也算是在展现这个法的，说这个法的大众之一。好，这是所译众，其他的这边就没有提到是佛或者是菩萨，这边是在讲其他的，其他诸天，好，他们所获得的这样子的利益，那他们所获得的利益，自然也有他的眷属们可以获得的这样子的利益，那。同时，也是可以呈现出这样子的，好，这个是，他这边就经文也是这样，一一世界中呢，都有百千微刹等菩萨，并是所说意，还有第八会所意的是的这个的大众是无边的，好，这个是我们现在就是在讲这部经说经众的第九个哦，第九类，那第十类是显法众哈。第十类显法众就是在讲说哈，这部经呢是显这个法，但是舍利弗这边有提到嘛哈，如舍利弗、须菩提等500声闻在此会如聋如哑，哈，那托此反是一乘法界有彼方现此法甚深，也就是说哈，我们。如果去读这个、接触这个经文的时候，其实，在经文里面并没有直接去讲一圣是什么意思，一圣是什么意思，佛果是什么，不是这样子。在经文里面，它是都是借由三圣哦，讲三圣来显出一圣的特别的地方，借三圣显一圣，这是这部经很特别的地方。借三圣显一圣，乃是到了实地哦，实地你仍然看不到一圣的内容，他都在讲三圣法。他会说初地要修什么，二地要修什么，三地四地所修的不一样。六地以前都是修世间法，好，那到了八地不动地才真的是出世间，才是一圣法。第八地仍然才是讲的是一圣法，但是仍然不是很直接，仍然也是托借三圣显一圣，并没有直接针对这个法去做描述。好，所以呢。这边就说显法众，卢舍那佛、须菩提等500声闻，哦，他在这个会里面是
他与会，可是他没有听，他没有办法深入，那就是在告诉我们说，这个法是很深广的，很深奥的。好，这个声闻二顺是很难去体会的出来。好，那这边呢，如音照一线白，这个音哈，这个字要有经过更正，你们可以看到后面有更正，有拿到那个我们今天 copy 的吗？这个音要改成黑，黑，犹如之黑以现白，因为我们透过黑才认识到白。好，黑跟白这个是两个的一个，我透过白才知道哦，这个是叫做黑。好，那有校对过的版本，有校对过版，这个是叫做黑哈，也就是因为这样子，那声闻二圣他没有办法显法众，没有办法去听闻，但是呢，他这个由于这样子才凸显出说这一圣法的一个殊胜的地方。好，也因此呢，他会这边最后结一个此众无有结通，此众无有结通，就是说是别，是别教的，是特别的殊胜的别教的法，不是普通普遍的法，不一样的。好，那呢他说前十类，前面这十类的显法众嘛，哈，前十类是气，只是一个气跟魔，它只是一个是说，只是一个让我们知道，就是说，那个让我们知道说，这个法的殊胜，我是透过别的形式，也就是说，气它是一个器具，当做一个媒介，好，一个媒介让我们来知道。好，那因为这样媒介来凸显，然后应现应法应佛法界。好，这是无尽的法门，这样子是透过这样子让我们知道。好，这个是最后第十门的显法众哈，声闻二圣大当然也是有，也一圣也是有在会华严会上，但是没有办法理解，那就凸显这样子的，凸显这样呈现这样子的法的一个殊胜的地方。好，好，这边的这十门是告诉我们，就是说，在这个经里面出现的大众，除了佛之外，还有其他的，除了佛之外哦，还有其他的常随众啊、言会众、供养众、影响众，还有表法众、正法众，这些以后我们经文都会。遇到，因为经文就是这是依据经文里面，那祖师把它这个发挥呈现出来，那我们读的时候就会知道哦，每一品里面出现的众菩萨不一样。好，哦，啊，那这些都可以告诉我们，也是在呈现这个法的一个的一个殊胜特殊。好，哦，那也是这个，他们也是在呈现这个法义在流转。好，哦，因为这是来自于十方，他也是会回归于十方。好，哦，应该果海果彻因缘。好，哦，我不留从此法界流，我不留诸此法界。好，哦，这个是在讲这部经就是这样，是因跟果啦，依报正报啦。好，哦，啊，佛人跟法这些都是在这样子的同时并存相互的在流转，哦，流存。还有说经仪哦，说经仪这是第五门，所以这部经的仪式有哪些，哦，那说经的仪式呢不一样，可能各宗派都会有不一样的仪式哦。那我们呢，我们要不要同学休息一下，大家想想说经的仪式有哪些来代表这部说这部经的仪式。好，哦，好，这一门会分的比较细。好，哦，我们就我们大家所知道的说经的仪式就比如说我们会用念佛，或者是说诵经，这个仪式就是说会有一个仪式，叫做会有一个或者是说
上香呢，我们会有一个步骤一个步骤这样子来的，好、哦、来呈现出说，我们对于我们要实践这个法的一个方式的这种方式或者是规则，用什么方式有很多哈、哦。那这边同样也是分十个哦，那十个里面他这边祖师就会解释说为什么呢？因为哈、哦，其实是佛的大悲啦，佛菩萨的大悲。那也是骗众生界哈，因为众生法界无量，众生也一定是无量的，法界无量，众生也一定是无量。那佛的大悲也一定是无限的，这个是都可以成立的。好，那如果是说众生无量，法界无边，菩萨大悲也是无量的话，那我们要教化众生。哇，那也是要无量的一种仪式方法吧，是不是要很多？好，那也因为这样子，仪式也难量，也很难去，很难去呈现出来嘛。仪式也是很多啊。好，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因为佛菩萨的无限的大悲，那我们凡夫众生也是遍十方法界的，那法门仪式一样也是要无量无边的。因此呢，这边他就从通跟别来分哦，讲这个经的仪式哦，说这部经的仪式有通跟别。通的来说啦，哈，通就是说从音声、声音，还有妙色相，音声、声音哈，还有我们看到的色相，还有我们的鼻根、鼻子所闻到的，还有舌根，这个是指我们的身，那个六根。六根六尘，还有我们所接触到的，好，我们可以去接触到，这个是软啊、硬啊、哈、冷啊，或者是热啊、粗或细啊等等，好，由内六根、外六尘、色声香味触，好，外六尘，那眼耳鼻舌身是我们的内六根，还有四威仪。我们所生出来的行住坐卧啊，这些四威仪啊，还有呢弟子人物，好，佛啦、弟子啦、菩萨啦，还有我们所接触到的，我们所学习的对象，这些好，这些佛菩萨还有人物都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对象跟典范。好，因此在不思议品里面就会呈现出说这个呈现出来，这个说经的这个仪式法门也是不可思议的、无边的，没有办法去我们用有限的去把它那个讲清楚说出来。好，所以呢，大通而来看，从通跟别，通呢就是说，不管是如来、佛啦，或者是菩萨，好，他们都可以透过。通就是说，都可以透过这个音声色，或者是香，内六根、外六尘、四威仪，还有人物典范，这些都可以来说明这部经的一个不可思议的地方。好，通走就是都可以互通的，佛跟菩萨都可以用这一些的方法来呈现，来说这部经的不可思议的地方。那别呢？他这边别就有分菩萨佛有三个，菩萨有三种方式，其他的有四种。好，那在普贤行品也会有。那这样总结来看呢，那就有百门哦。那百门也只是一个数量，一个呈现出来描述而已，其实也是无边的。好，所以呢，这边就从通跟别这两种方式来让我们了解。那别呢，先看菩萨有三种说经的仪式，有三个。好，菩萨来看的话，就是语业，就是语业就是口业，好，还有呢毛孔也可以说出音声，还有呢光明。用它的光明也是可以呈现出来的，那是一种开启我们内在的那种清净的佛性啊、本性啊。好、哦，语业还有它的身放光明，好、哦，都可以让我们知道。
那如来这边就有只有这三个，如来这边是有三个哈。那菩萨呢？菩萨同样有三类哦，菩萨也是分口业，就我们一直在跟同学强调，就是说卢舍那佛是加持普贤菩萨，由普贤菩萨来呈现这个法的殊胜性，这个法的圆满，一乘的这个法，透过普贤，那当然还有普贤菩萨的普贤十大愿，都在实践这个法，由普贤菩萨来呈现出来的，讲出这个法，还有呢，毛孔也是在呈现出这样子的法，也在说明这个一乘的法的圆满，由毛孔来呈现出，这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是这样理解，就是说这个法它的微妙处，它的微细处啦，也是从音声里面，所呈现出来的说法是一致的，因为这个透过，这透也是透过音，透过这个口。透过这个口去呈现出，又透过这个口去说出来的，由毛孔里面再透过，如音声一样是这样子呈现出来的，因此呢，当然经缘经典就有说一毛孔出一切佛妙法雷音，那楞严经也提到啦，等等这些，那光明品也有，就是从音声说法，或者是说菩萨的光明，都是在说明这个法。从这个法再说明这个法的特的一个呈现，这个法的不一样，身口意还有放光，那如来跟佛都可以透过这样子来说法。另外其他的有四种呢，就是没有分放在如来跟菩萨的是其他类的，其他类的有哪些？就是说诸刹海，诸佛的刹海。出生说法，那这个也就是要说明佛呢，佛说音声不绝，那互相的这个佛说法的这样子的音声是没有停止的，只在于说我们能不能去体会出来，能不能去体悟出来这样子音声，就像我们听到鸟的声音呢，或者是其他的不同的那种音声，透过我们的眼耳鼻六根去接触到的，就是外境。我们接触到这个外境里面，都可以当做是我们去体会这样子的法的方式。就是每一个听到一个声音，每一个人体会会不一样的。就好像我们现在听到这个声音，可能就是我们都知道是垃圾的声音，但是在其他的地方，它可能就不是叫做当做垃圾车的作用，它可能有别的音乐，可能别的意思，这样子。所以呢，任何个音声它所出现的像，那它后面的理也会不一样。这个是在讲说明这个透过音声，那彼此就是，同时是存在的。我听到鸟声音，跟你听到的声音，还有我听到这个音乐，跟你听到的，其他的音乐都会有不同的体会。那这个不同的体会，都是因为我们在听着这个音声的当下，我们没有起贪嗔痴，对不对？我们也没有去有比较。没有，我们都是在如实的去接受这个声音，如实的去接受这个声音，听到我的耳根里面，然后在我的意念产生的一个我对于他的一个，虽然你没有讲出来，但是我在我的意念里面，你会对他做一个了解跟诠释，就会不一样，十个人一定会有十个不同的解释，不同的答案，所以呢是音声常不绝那。珠宝罗网相扣嘛，就是互相就是这样子在，此起彼落，都是存在在那个我们这个空间里面。还有呢，三世音声说法，其他的三世音声说法，还有呢，
一切因中皆出，一切因中皆出生说法故，任何一个音声，任何一个听到的声响，都可以是让我们去入这样子的法的一个媒介，去入一个法的一个契机，一个助缘。好，这个是从这个所以这边没有很讲清楚，是说我们要是用什么方式来说这个法，这个是没有一个限制性，它就是很开阔的，你任何一个都在呈现这样子的法，由个人自己我们都可以去把它呈现出来。这个是从这个在说明这个说这个法的一个仪式，那不离开我们的六根六尘六境，好，根尘世所展现出来。我听到这个声音一定是透过我耳根，那我眼睛看到的这个色相也是透过我眼睛，那透过我们的眼耳，那我们会有不同的理解，在我们的第六意识里面我们会有不同的理解，那所以每一个人的理解所要说出来的理解一定会不一样的，那个意义会不同的，那就会有无量无边的意义出来。好，无量无边的这样子的说明会呈现出来，那它也有它不同的价值跟意义。哈，这个说明就是这边就在说明这一门的说法的仪式，说法的仪式就有分佛菩萨，还有其他的，好，其他的就从就说我们彼此之间，好，我们彼此之间也可以是一种呈现这样子的法，这样子的这个法，不会只有说，我开头我们一跟同学讲说，不会只有说六度才是法，苦集灭道才是法，三十七道品才是法，我们所能够接触到的一事一物都可以是我们误入这个清净法，然后跟我们内在的本性这个佛性都可以相呼应的这样子的法，那这样的法就无边了，就不是我们可以透过文字去把它全部呈现出来。好，所以呢我们就从所以是从通的来看，好，就是说声音啊颜色啦，还有我们的六根呈现出来的。好，我们先到讲到这四个好了，下面的普贤行品我们下次再讲。好，就是等于是下礼拜。好，那我下个礼拜就跟大家请假一次，那同学呢你们也可以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先往下看，因为都有拿到了吗，影印的资料都有拿到哈，你们可以先预习一下，那下个礼拜我们再从普贤行品这边提到这个说经的仪式有哪些，普贤行品里面可以呈现出来有哪些个。好，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结束哈。